在坐垫的起身体上做，好，一、二、三的时候呢，可以转，往前转出去，收回来。在转的同时呢，我们要将你的左脚一起勾放在里面，所以脚要抬起来，好，用力勾放前，所以甩一下。好，将你的手一起接，一、二。三，这手是往内挖出去，再放进去，就跟你手一起往前放，缩回来，稍微的用力，双手再放进来，再来，双手往前面慢慢推的同时，旋转向你的左边逆时钟转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。好，在转旋转的时候，屁股可以跟着一起转，手一起往前推，转转转。完了之后呢，右手先下，再左手下，双手放下来，就是双脚跳或者就这样子摸，把拍接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完了之后呢，右脚往前，右手往前面飘，再来右脚收回来，稍微往后的一次，屁股往后面飘两下，收一次。飘两下，飘，飘下，二二三四，然后双手放这边，慢慢摸上去。这时候呢，加点右脚往前面踏，往前走两步，一点点走两步。走两步的时候，身体往后，后运动，右边肩膀起往后，加手一起往上拉。五六七的时候，七，双手合十。八的时候，右手往上，头往。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来，右手可以交汇到后面去，绕过头，从上面下来，下来，左手则是从下面往上来，上来，所以两只手一起做，各自轻轻同时做的同时，将你的右脚往后面踏，加位。加手加脚会起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的时候呢，屁股重心就往下面坐了，左手也动动。好，我们起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的时候，右手刚刚六、七、八，右边再跳两下，所以起接。完了之后呢，右脚踏，踏的同时手右手出去，再左手出去，右手回来，左手回来，一、二，这时候屁股是顺时钟转一圈，一、二、三，再回来，再转一圈，左手拉起来，左右，再来，右边肩膀触动，触动同时把手一起甩上来，甩上来，甩头。所以这后面七八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各位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所以我们四八全部接起来的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多做很难很复杂，要练手在上个月哦。
Make it snow.